喜欢他就应该让他知道啊。我不敢，我怕他笑话我。唉，好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那我给你做个初恋毛巾卷吧。啊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一种可以测出对方心意的蛋糕卷，请喜欢的人吃初恋毛巾卷，如对方吃完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是太好吃了，那他就是不喜欢你，只是觉得这个蛋糕好吃。如果他说好甜啊，那他就是喜欢你，蛋糕甜，心里也甜。那快给我做一个吧。好嘞。食神归位。把面粉、鸡蛋、黄、黄牛、牛奶、椰豆花调成面糊，用平底锅制作出一个个饼皮，把几张饼皮铺在一起，抹上奶油，把饼皮卷起来，初恋毛巾卷。哇，真的是好美啊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那个我买了个蛋糕想请你吃。好呀，谢谢啊。天啊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如对方吃完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是太好吃了，那他就是不喜欢你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 啊，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刚才我是在逗你了，表白这种事怎么能让女孩子来呢？这是……其实我也买了一个初恋毛巾卷，是想请你吃的。我喜欢你。啊！好甜啊！好甜呀！啊！展茂，你好棒啊！哎呀，生活不易，蛋糕能多买一个是一个吧。